太绝望了，给大家一点希望好了。来唱个以前写的歌。虽然很绝望，但是有在唱就有希望啦，对不？我从唱要创啥？操，这八十岁来在唱歌，我是这样觉得的，真的。我每天这样一直跑，跑好几场。对啊，虽然是有钱赚嘛，轻松嘛，可是也会很累呢，真的就跳没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其实就是做个就送啊，真的，你一直不断的去跟人家谈，去跟人家唱歌，然后交很多朋友，其实就欢喜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底层是最有生命力的。那比丁龙垃圾啊，真的最有生命力的是野咖，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，我宁愿当一只蟑螂，恁爸就是垃圾，我甘愿垃圾。真的，我觉得底层是最有生命力的。好，中欢中透。
然后加中干署的凤姐。对啊，我们去趟三个区方大兵场。做爱笑的嘛是台北的，啊个做袂掉啊，转来。哦，对啊。家乡发生灾难嘛，对嘛。所以还跟家己的阿姑做伙安尼。对啊，来来，你休息。大家介绍一下恁遐咧。静安日安是在那个树口自然教育中心，再过一点点那边有新盖一批永久屋，就是八八风灾之后新盖的。啊，那边的居民就是大概是来自八个乡镇的受灾户，啊，有一些人开始就是把他原乡的农特产品到那个永久那边去贩卖，啊，可能都一般都有15到25摊左右啦，啊，都在礼拜六跟礼拜天，啊，有空可以去逛逛，啊，他们现在还在试营运啊，就是可能都还没有准备的，就是很齐全这样子，啊，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要上阿里山玩的时候。可以稍微瞄一下路边，就是看到有一群人在摆摊，还可以进来晃一下。啊，那一条路阿里山公路那一条比较危险一点，还是大家开车开足紧的。你若到遐要学来无？可能大家较细滴啊。啊，欢迎大家来永久路走一走，谢谢。天长地久那边。跟头前相关。哦，在头前。你足久无去阿里山佚佗啊？如果大家要找那个资讯，网络上可以 key 什么关键字？网络上 key 日安社区就有。日安社区。对，上面社区。啊，就是日安社区假日市集。假日市集 ，Facebook 上面就有。你知道这样快撑不下去了，我想要去看的要赶快。哎，集中穿得好哈，还是旅游哎，我中包了。去顺便去看看。铭文可以去了解一下永久屋的真的在住在那里的感觉啦，因为他现在其实真的住在那边，可是也没有农地，没有产业，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一种土法炼钢啦，人家你白菜市啊那啦，去看买看，我都赚到一寡每当地啊过生活的钱哎，啊也是目前172户嘛，大概100间空屋啦，啊什么时候会最热闹？就是发生八八风那个发生那个什么。台风还是山上下大雨的时候，我们社区就好多人很热闹这样。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也在思考说，其实有些人是需要一些避难屋，有些是真的需要永久屋嘛。农地跟山上房子都被冲掉了，那可能我们就真的要给他永久屋让他住。可是有些可能他只是可能遇到雨季的时候，他房子也都还好好的、啊，只是发布豪雨特报的时候可能会警戒，他要下山避难一下。啊、像那一种可能就是给他避难屋就好了，可是现在就是统一规格嘛，以后如果台湾再发生任何的大型的灾害的话，其实都是比照办理的，啊，其实这个 一发不可收拾，然后从嘉义一直到往南，一直到台东，所以永久屋的入住率全部几乎都只有1/3，就是入住率其实都蛮低的，它、啊、其实里面永久屋里面蛮多很可爱或者是很可敬的故事啊，啊，欢迎大家有空来走走，跟那些阿公阿嬷聊聊天，应该会有蛮多收获的。对，啊，接下来唱永久屋啊，永久屋，你下次雕歌嘞嘛？小潘，你就家己要下歌嘞，拿着吉他走进社区，哎，这种鬼只鬼代志啊。来，那个小潘自己也会弹吉他哦。对对对，你是这久无弹，你吉他还够得嘞无？哈哈哈哈哈！都叫吉他生孩，都下有一次，还有手掌。好，好啦，本人毕生最尊敬的社会运动者，就是不下哭的，对，那种不管什么主神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死，什么浪费啊！真的，在 做社区的是我最敬佩的人，真的真的真的。然后我上跟朋友讲啊，越远离都市的做社会运动的人是最伟大的，因为今天是就不简单嘞。对，那个是这个是真的。我跟很多朋友在谈这件事情。对啊，你要在台北要去搞抗争、搞运动，谈什么左派都有人回应你。你去整他的工作派。我其实甚至在后面走快，对啊，这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真的很敬佩是在底层做社区的人这样子。